颜面神经失调，要注意它的保湿。罹患颜面神经失调的时候，需要特别注意眼睛还是嘴巴的保湿？眼睛，这要问他了，这专业的。不要问他。嗯，你失调过？你失调过？我失调，真的。你为什么颜面神经会这样？因为我的另一半弱起来。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。因为你另一半让你压力很大。嗯，压力很大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